2020珠海茶博会9月10日至13日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展会规模预计1.5万平方米，将展出各类新老普洱茶、黑茶、红茶等品种，现场还有茶具、服饰、茶食品等茶周边产品展示。本届茶博会也将继续举行汶山杯茶艺技师职业技能竞赛颁奖典礼及第6届君子四雅六合充融茶空间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论坛。此届茶博会也将继续推进湾区茶产区发展，邀请清远、新会等地区特色产品参展。喜欢饮茶和茶文化的你千万别错过。